慧新时尚 ，Smart 灵活购车无负担 ，Swatch 支付 ，Nicholas Haig 有感于大型车商都忽略了小型车的市场，突发奇想，要是能制造一辆很小的车，驾驶着小巧袖珍的车，穿梭于大都会中，方便又环保，这该多好！1998年10月 ，Smart 品牌第一款车型 Smart City Coupe 问世。后期的 Fortwo、Fortwo 成为年轻世代为主的都会文型车。Smart 全车系都是以独家专利技术 Tridian 安全车体打造。安全车体能完整将车室包覆，提高来自正面迎接的撞击力道，并平均将冲击分配到全车，解除消费者对小车不安全的印象。Smart 让车主能随意变换车身颜色，光风格套件与颜色组合就提供了超过40种，满足与众不同的年轻新世代车主，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 style。 台湾宾士资荣特别推出全新超值购车模式 Agility 新智选，主打令人怦然心动的低头期款，最低仅需 10% 的头款，轻松低月付就能把 Smart 开回家。Agility 新智选在合约期满后提供3种选择。第一种，车主可选择用旧爱换新欢，就能开走全新 Smart 或晋级宾士车款。第二种，把尾款付清或者尾款再分期，就能拥有这台灵巧的 Smart。第三种，则是将 Smart 归还。消费者可以灵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。Smart